的灵魂自认累堕落为半兽人。我开始使用第一人称记录眼前所有的发生。嗜血森林醒来的早晨，任何侵略都成为可能。我用古老的咒语重温一场灵魂去寻根，面对魔界的暄问，不卑不染的转身，维持纯白的象征，然后还原为人。 手滑的过程，让我们的半兽人随之诞生，而非常认真，又会是对暴力忠诚。